你会点这个炉子吗？应该可以下。是在哪里？应该是这里吧，就是烤箱。嗯，有没有筷子？敲一下。是这样的。哦呦，对对对对，是吧？你确定吗？感觉像是这里。这俩孩子生火，我去把柴给拿回来吧。好，我给你开门。晚上要添柴，我给他们搬过来吧。哎呦，这屋里这舒服哎！哎呦喂，我柴要用力。哎呦，哎呀，这个，哎呦，哇，哎呦，这么容易？对吗？哎哎。我看那个排风它管用，这不行，那个火起不来，我还要放东西啊。啊，这应该可以，这样就好。贺老师，确定这个是在屋里要这样做吗？因为那个这个烟出来，我们一起呼吸这个烟，我们会死掉的。对呀、啊，屋里还是有好多烟。大华啊，你不要你再放东西了，越放越多，你就更点不着了，不能那么点。那要怎么点？那我来点，我来点。要空一点才行，你现在太满了。你越放越多不行。对啊对啊，去把它架起来。对，得空了才行。啊，后来放，这是风箱，这东西不要。黄老师什么都可以修，修厕所，修屋子，修什么都修。哇，他一来就可以了。老师一来就什么都可以了。